活下25年的军装，我还是有些割舍不下。尽管我受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累，我无怨无悔。对我们当兵来说，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航天精神一直激励着我。几十年的军旅生涯培养了我。哪里最艰苦呢？就有我们退伍军人。部队锻炼我，干一件事情要下定决心，干到底。就是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我就决心呢，我这一辈子当兵。我还不老，我才刚开始。感冒最容易引起高原反应。这个你这个去了，而且现在太轻松又去了，都没问题了，好些别去了。他叫李建川，今年53岁，博士毕业，同时他也是一位拥有28年军龄的退役军人。李建川，他是一位无人机的设计和制造者。在造无人机之前，他是国防科技大学的一名军人，主要从事飞机研究工作。退伍后，李建川成立的一家集团公司专门研究从事高楼救援的消防无人机的研发。从飞机到无人机之间，李建川到底经历了什么呢？2017年的9月，国家消防装备检测中心组织了当年最后一次高原试验，因为再晚大雪封山就无法上山了。当时我正患感冒咳嗽，还没有痊愈。要不要去？因为只有我能操控这种大型无人机，我当时就只有一个信念：试验一年只有一次，早一天试验，解决世界高楼灭火的无人机就能早一天的面试。我决心要和死神搏一次。整个那一天没有消息，所以我其实整个过程我都有一点担心。在他成为一名企业家之后，作为一名退役军人，军人不怕牺牲的精神在他身上仍然可见。这种拼命的状态是在军旅生涯中锻炼出来的。军旅生涯呢，培养了我们这个的一种牺牲精神，还有一个就是坚韧的、不惧艰难万险的这种毅力和信心。儿时的梦想推动着李建川在军事科研领域的不断深入。从上世纪90年代初，李建川攻读研究生开始，他就和飞机结了缘。我从小就喜欢发明创造，生长于军队大院，做枪做炮，这是我从小的喜欢的兴趣爱好。李建川痴迷科研，加上实际经验丰富，国防科技大学选定李建川参加某重点型号飞机研制项目。当时初生牛犊不怕虎，我挑战了一个最难的一个课题。外国专家曾经预言做不到的事情，李建川的研究小组用5年的时间完成了。这个结果让李建川的科研信心倍增，也从此坚定了他攻坚克难、发展科研的信心。08年博士毕业后呢，我就回到了学校。学校我们院里给我成立了一个 GNC 芯片实验室，从事导航控制制导芯片的研究。这个时候我接触了无人机，我们也承担了一项国家项目，就进入了无人机领域。在对无人机的研究中，李建川认识到科学研究不能只停留在实验室的阶段，要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才能造福社会。无人机呢，它是一个新兴的一个工具。这个无人机呢，如果说用在特种作战、城市作战中，它是非常有强大的优势的。2014年，李建川从国防科技大学退役，开始自主择业。就凭着这么一个简单的想法，李建川就响应国家高级军官自主择业、自主创业的号召，离开了国防科技大学。离开了先进的研究平台和优厚的薪资待遇，走上了自主创业的道路。对科研有着特别单纯的，也有能力有想法。他在对科研的把握和执行能力上，我是完全没有任何疑问。陌生的创业环境并没有吓倒李建川，李建川相信自己的技术优势，相信他对无人机领域的市场判断。人类在高楼灭火面前
无能为力，举高车只能到140米最高，那么上面就没有办法了。所以我们做大型的消防无人机就是为了填补这个空白，彻底解决这个难题。我们会在消防无人机这一块会解决高楼消防的技术难题，解决世界难题。它能在山林间拖这个水弹，它120公斤的可以拉过来。好，太好了，今天圆满成功。这是警用的单兵察打一体便携无人机，2018年底在公安部装载局啊评比优胜而出的，从4500家产品中优胜而出，参加了内部遴选展，它有13项技术的专利和优势，非常强悍。多年的军旅生活让李建川深深地明白，只有心怀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把自己的科研生产壮大起来。是我98年参加过湖南抗洪，还立过3等功，所以这一幕啊感触非常深。所以基于这个原因，我们就用先进的技术，用无人机这种先进技术来打造了这么一个水上快速救援的水上无人机。这是大型的水上救援无人机飞行，在岳阳的白洋湖我们的试验场，这大型的水上救援无人机在水上破停，然后可以在水上降落，这在国内也是第一个。未来呢，我觉得在人工智能领域啊，在高技术领域，我们一定能够取得很多的成就，填补很多的空白。干了一辈子科研的李建川，至今还保持着单纯、认真、执着的品格。在他认为，虽然退役了，但军人本色不能丢。和平年代呢，坚毅职守，是吧？甘于这个平凡的工作，啊，这是一种奉献。虽然有时候过程有一些慢重，甚至有一些波折，但是只要我们在努力，再往前走，那么，离目标就会越来越近。对于我而言，啊，和平年代，我是一名退伍军人，退役军人，同时呢，也是个科技工作者，啊，我就希望用我的智慧，用我的知识，来创造更多新的产品，一流的产品，来服务整个社会，来回报社会，这就是我的一个心愿。退伍军人李建川退伍后选择自主创业，打造先进大型无人机，研发消防无人机，解决高楼灭火世界难题。开发10余项专利的反恐无人机，和平年代为国家安全保驾护航。李建川就是这样一位退伍不褪色的退伍军人。回想25年的军装，我还是有些割舍不下。尽管我受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累，我无怨无悔。对我们当兵来说，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航天精神一直激励着我。10年的军旅生涯培养了我。哪里最艰苦呢？就有我们退伍军人。部队锻炼我，干一件事情要下定决心，干到底。就是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我就决心呢，我这一辈子当兵。我还不老，我才刚开始。全世界有很多款主流操作系统，但是没有一款是我们中国人的。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信息这个基础设施呢，受制于人的情况非常严重。实际上，这个在很早前我们就已经通过不同的这个事例啊，已经有了深刻的教训。在信息领域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有句话叫得操作系统者得天下。研制一款中国人自己的操作系统，不仅是为了争口气，更是为了国家的信息安全。18年前，当时作为国防科技大学一名现役军人，孔金珠和战友们就投身到了国产操作系统的研发上。只是他没想到这件事儿一做就做到了现在，而且为了做好这件事，他还脱下了穿了25年的军装。2002年，当时国防科大承接了863重大专项——国产服务器操作系统内核。当时这个项目呢，就需要从各个教研室抽调人力，我是自己踊跃报名，参加到这个团队里来。项目成立之初，孔金珠和团队成员都对这个新项目有着热切的期盼。当时设计的时候啊，大家也是集思广益，采用了一个4层架构，大家就想到了4不像，
所以当时起名字的时候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麒麟这个名字。麒麟是带给人幸福祥瑞的神兽，要让麒麟操作系统给我们国家给中国人带来安全带来幸福，也是研发团队的美好愿望。然而研发之路却充满了艰辛。面对强大的对手，我们的队伍规模和投入的经费都是远远不够的，一开始就遇到很多困难，包括像这个应用软件的兼容性，可能在 Windows 系统上所有的软件生态都是齐备的，但换到我们的系统上，您会发现打印机也不能支持了，输入法也要重新适配，上层的应用软件都需要重新的调整。如果说解决软件兼容性问题还可以通过长期试错逐步解决，如何让用户接受并信任一款从来没有用过的操作系统，就更是难上加难。很多像这些电力这些金融，实际上他们已经在这个已经采用国外的这种信息基础设施已经有很多年了，任何一个改变任何一个调整都有可能会对整个系统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带来冲击。所以呢，我们一方面要去说服，另一方面还要努力的完善产品，让用户相信我们。所以这个过程是很漫长的。没有信息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在别人的墙基上建房子，即使再大再漂亮，也可能不堪一击。把信息安全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需要的不仅是技术和资金，更需要坚定的意志。我们唯一的想法就是，信息基础设施如果不采用咱们国家自主，那么将来是后患无穷的。2016年，麒麟操作系统的发展遇到了瓶颈。作为在国防科大这样的一个军事院校，它的编制体制的限制，那么麒麟操作系统发展就受到一定的约束，人员编制都很难扩充上去。当时呢，中国电子和国防科大还有滨海新区，我们一起呢发起成立了我们天津麒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希望我们能够走到操作系统推广的前线。从幕后研发走到操作系统推广的前线，就意味着要脱下军装，接受更加严酷的挑战。还要让更多的人去接受麒麟操作系统，让更多人去使用它，还要让更多的人基于它做软件的开发。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做更大量的工作。另外，脱下25年的军装，我确实还是有些割舍不下。既然我们的以前的同事我们的战友给我送别到这个麒麟公司里来，他们就希望我把这个麒麟操作系统啊发扬光大。在军队时，空金珠的任务是攻克操作系统核心技术，退役后他的任务是完成国产操作系统的产业化推广。不同的任务却是同样的初心，同样的使命。胸怀祖国，团结协作，志在高峰，奋勇拼搏。所以这么多年我一直辗转于北京、长沙、天津我们的三个研发基地，在奔波，不停地在奔波，但是内心的这个信念一直也没动摇过。有去往天津方向的旅客。公司落户天津后，空金珠与妻儿长期两地分居，有时一两个月都回不去家。作为企业管理人员，他坚持以身作则，与团队共同努力，全力技术攻关，推动国家重点工程项目。自从我转业以后，就是长期处于这种两地分居的状态，但是我爱人呢对我也很支持，毕竟我觉得从事的这个行业，从事的这个操作系统的研发，也确实是背负着民族的希望。几年来，孔金珠退役不褪色，甘于清贫，敢于吃苦，勇于奉献，带领团队不断攻克国产操作系统技术壁垒，引领中国自主系统软件技术水平。银河麒麟操作系统已经在党政军的方方面面获得了规模化的应用，比如在我们的空警系列预警机上，天河超算上采用的也是我们麒麟操作系统。
我可以这么把麒麟操作系统分成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实际上是我们在学校里是实验室产品，到第二个阶段呢可能是样品，第三阶段呢现在可以说是一个产品，我希望到第四阶段呢能够成为一个货架商品。在孔金珠的心里，麒麟操作系统的形象越来越清晰，但是让国产操作系统走进千家万户的理想仍然充满挑战。我们应该在我们的操作系统里面注入什么样的模块，或者说完成什么样的功能，使它相比起国外的操作系统更有优势。孔金珠清楚地知道，国产操作系统未来要走的路还很长，别人的核心技术靠不住，真正的安全唯有靠自己的努力拼出来干出来。尽管非常辛苦呢，但是我不想停下来，也不能停下来，我们必须马不停蹄，快马加鞭，发展好我们的操作系统，让麒麟操作系统早日进入千家万户。一身戎装一身兵，只要祖国和人民需要，就要义无反顾地冲上去，这是深深镌刻在孔金珠骨髓里的朴素思维。发展我国自主操作系统，保障国家信息安全，打赢网络空间的这场战争，成为新时代赋予这名退役军人的新使命。尽管困难重重，但是孔金珠坚信，只要持之以恒，锲而不舍，就一定能让中国的操作系统走在世界的前列。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道德观察》，我是薛一，我们明天再见。